三界传言，神殿云烟渡内有神器无量秤，众生可典当自身一切，与之换取所求。我想知道毒杀师尊的凶手信息。我愿倾尽一切换得花王之位。求神君让我换回寿命。阁下当年典当自身寿命之时，我已提醒此乃死道，不可赎回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毁了这云烟渡。你妄想！你虽为辟邪神君，吸收了三界万物，身中魔毒，就算化身貔貅，也奈何不了老夫。安妮的愿以神魂为抵押，换取天地之力，封印炎之，永生永世不可逃出。安妮丹，你干什么？